当着女朋友的面骗她闺蜜出来单独吃饭。你打吧，你打吧，有你那接都不行。不是，他要是真来了怎么办？不可能的事儿，他要是过来了，我给你洗三个月袜子。那我试试。试试啊！你看我说啥来着？炸！喂，咋？咋了？那个 有空吗？干嘛？我做饭呢。那个别做了，你过来吃吧。那个瑶儿她出去做头发去了。嗯。你过来，我做饭给你吃。啊？你做饭给我吃啊？对呀。瑶儿呢？做完回来吃吗？我不知道，她不知道她做头发做到几点啊 ？Oh no！ 那你几个人啊？两个人。不合适。爸，哎，那有啥呀？就是吃个饭呗。嗯，那好吧，你别放葱啊。那我等你啊。他怎么这样子啊？这是不是以前就叫人家来说你吃过饭？哎，不是，是你让我打电话的，你现在怪我啊？哎，你别绕了，你过来，咱们请你闺蜜吃火锅。不请他。哎，来，人在里面。开门。我闺蜜还带了人，我就说我闺蜜给我准备的吧。孙杨子，你给我过来！